锅盖当锣，搭配迷你版的舞狮队，尽管有些阳春，但喜气十足。高原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环保站向志工拜年。因为这个是不要再回收保护地球，所以我们要去感恩它。孩子就像大人们的开心果，志工见到他们，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快乐，很快乐，哦，很高兴，很快乐，祝福他们啊，平安快乐长大。而北海和新山幼儿园的孩子也是敦亲睦邻，把华人的新年祝福透过他们的双手传递出去。Rasa banyak happy sebab dia orang budak kecil datang rumah kita, dia orang orang China datang rumah orang India, berbilang bangsa, lepas tu kita happy lah。送上年柑，再说几句吉祥话。从拜年过程中，孩子学会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。他们懂得农历新年要说好话，那为什么要说好话？要祝福别人，他懂得要感恩别人，这是一个祝福，还有传承了农历新年的一些传统。舞狮，万事如意。拜年，小朋友透过新年活动的体验，学会不忘本，也传承中华文化。台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